人哋話叫你拉兩個 P， 你拉唔拉到四個 P 咧 ？Two and one。OK， 我又想再問一下你，你見唔見到每一個音？你見唔見到第二拍同埋第四拍嘅嗰啲 quaver 係有 staccato 嘅？你學要你當你要逢係拉 excerpt， 你考樂團，我唔理你而家係考八歲嘅樂團定係第日你上到大學，你見到個大學樂團，你好有興趣，你想玩。佢如果叫你考 excerpt， 考 excerpt 就係想睇下你究竟做到幾足。譜上面的指示你有沒有做足呢，甚至做得再多一點呢，人家說 fortissimo， 你有沒有拉三個 F 呢，人家說叫你拉兩個 P， 你拉不拉到四個 P 呢， staccato 是不是真的 staccato 呢，還是半桶水不湯不水，你做不做到跟你完全不知道，即是沒有懷疑 staccato 是人家一看就看得出的。你如果是想做做不到呢，你總會有一兩個音你是被人聽到 staccato， 但如果你是從來練的時候你沒有發覺 staccato 這件事，你簡直是會拉 legato， 人家是知道的。